请坐。我想大家记住，你哋千祈咪以为为国捐躯就一定可以打胜仗，你想胜利就一定要令到敌人嗰班王八蛋个个都为国捐躯。各位，我听到好多人话美国人根本唔想参战，希望安守家园。我话简直系乱噏。我哋美国人一向以来都中意打仗，历史可以证明我哋系好战嘅。你哋世子都崇拜胜利者，打波子冠军、赛跑冠军嘅人、棒球大赛嘅冠军、世界拳王。美国人中意胜利者，唔能够忍受失败。无论玩咩游戏，都系为咗要赢。我最睇唔起嗰啲认为虽败犹荣嘅人，正武胆鬼。我哋美国人永远唔会输，因为我哋唔中意失败。喺我哋每个人嘅脑里边，有两个字就系胜利。嗱，军队呢系个整体，起居飲食一切都要行動一致。我最憎聽到人講咩個人主義，嗰啲喺報紙大做文章鼓吹個人主義嘅人，我話正因為黐線嘅，根本唔知打仗嘅真實情形，最好係翻鄉下耕田。我哋擁有充足嘅食物同機械，唔止話有鬥志，亦有最精鋭嘅士兵。係啦。老实讲，其实我一向都可怜那些跟我们敌对的走廊饭袋，因为我不只会打败他们，而且会毫不留情地杀了他们，拿他们的血做我们坦克车的解友。我一定要杀到他们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我知道有些人或者在这里在害怕，去到战场会被炮火吓怕，你哋唔使担心。我担保大家一定会坚守岗位。纳粹军系我哋嘅敌人，我哋坚一个要杀一个，要冚唪唥杀晒。当你喺战场见到你个好朋友被对方打到支离破碎、血肉模糊嘅时候，你就懂怎麼做。有一件事大家要記住，我不想收到報告說我們現在守得很穩，我們不是要守，敵人才要守。我們要進攻，不斷進攻。我們唯一有興趣的是殺多些敵人，我們衝過去向他們開槍。如果沒有子彈，用刺刀刺他，向他的心臟刺過去，他們跌低就用腳踢他，然後用力捏他的頸，捏死他為止。今次呢场仗到你哋告老归田嘅时候就可以威返下啦。你哋应该多谢上帝。30年后当你坐喺火炉边叹紧嗰阵，你嘅孙坐喺你嘅膝头哥，佢会问你：阿爷啊，世界大战嗰阵咩呀？你都唔使话哦。我当时在乡下执紧牛屎。好啦，你哋而家明白，知道点做呢？呢次能够有机会带领你哋班后生仔喺沙场杀敌，可以话系我嘅光荣。系咁啦。